同学好，老师好。这一学期，像同学讲的，老师真的丢很多东西，他、只是每个人可能，领悟的方面呢、或者说他学习的时间呢、不一样啊，所以在课堂上呈现的呢，就是这些学长啊，还有这些资优生啊，他们吹起来真的是很棒哦啊，但是当然了、每个人。又会更要求更上一层，所以老师一定会，就是跟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好的建议，就是知道你们的问题出在哪边啊，你们好，他会教导你们更好，所以他会试着去跟你们提到说你们的缺点是在哪里啊，你们应该从哪方面继续，学习努力。当然，救生方面呢，他们更棒了、每个人成长都很大，尤其有些男生，我真的很钦佩他们，他们声音又好，然后他们吹的那个，技巧啊，跟歌曲啊都很好听，所以还是老师的功劳，老师真的很棒，我们谢谢老师，还有同学。